是你那个宋贵妃哦。哦，其实啊，无什么啦，也只是我简单做的。来到这，你明知影，宋德叔一心又一意，而且尤其是看到阿母李丽，甚至这件事，这个少年失去阿母，是对我心里为什么感动？对叶姑娘这款的付出，我实在心生怜惜。Yes.
你